们看一下。谁尿的？你们两个谁尿的？谁尿的？接着看着我。你看，知道自己犯错了，跟哥哥在一起都不呲牙了，啊？杰瑞，看着我，为什么不敢看我？我真的是。哥哥还知道帮你拿个喷雾过来。你拿过来的啊？好了，你没事了，下次不许在那尿尿了。我给图图梳个毛，哎，他就在那地方尿尿。我跟你说，还不止那一处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一处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里还有一处。先把这个尿擦干净，再用这个去味喷雾喷一下，分解一下尿味，再给它再次给它擦干净，搞干净了啊！不许在这两个地方尿尿了，听到没？听懂了吧？犯困了要。抖音。